第一章萌芽生长，小草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合家欢草，丑丑的，矮矮的，随处可见。可是小草有一个愿望，那就是要长得高高大大，展露自己的魅力，和众人一起分享美好。一天，小草萌芽了，它从黑暗的土层中钻出来，感受到了阳光的温暖和雨露的滋润，顿时充满了生机。它每天都在努力生长。 不停地摆动着身体，又摇摆着叶子，向着天空展开着自己的枝叶。第二章困难降临，情况并不如小草所愿。他发现自己的生长速度远不如其他花草，同年出生的同伴都已经长成了漂亮的花朵，而自己还是一地矮小的小草。在这个环境中，小草也经历了不少的困难。有时候挡住了它的阳光和雨露，有时候狂风暴雨让它摇摆不定。 被风吹倒，但是小草从不停下脚步，他用顽强的毅力和无尽的耐心在坚持着自己的梦想。第三章真正的尝试，小草发现他需要寻求改变。一天，他遇到了一位老蜜蜂，这位老蜜蜂深知植物的神奇力量，帮助小草寻找了一些植物药材，让他慢慢的改善着自己的成长情况。小草逐渐感受到了自己的成长速度加快了。 好不容易看到了自己长出的芽苗。第四章，怀抱希望，小草不再像以前那样垂头丧气，他开始保护自己，并试图帮助邻居草们抗议风雨摧残。他开始看待周围的自然环境，认识到丰富的自然环境是为了保护生命。他们一起消除了挡住自己的障碍，让阳光和雨露能够照耀自己的身体。第五章，成长及新伙伴。很快，小草开始茁壮成长。 他的身体变得更加坚固，叶子变得更加繁茂，性格也变得更加坚持和忠诚。同时，小草开始为周围的草们更加负责起来，帮助他们风雨无阻的成长。友谊和爱情也在小草的生活中渐渐渗透。他的美丽和可爱吸引了成和世界之中的动物朋友。小草意识到友情比任何金钱都强大。结局时，小草在成长和困难中坚持了自己的梦想。 他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不足，正确认识自己才会带领自己走向成功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小草感受到了友情、爱情、亲情，何其美好！小草的成长和友情不仅感动了他所居住的环境，更感动了那些看起来平凡的动物和人们。少年和老年读者不禁动容，成长的过程又是如此不易，但是它是如此美好而感动。